到的话，到时往身上带着去。那个湘西下了个半千子，多少钱？你不湘湘去了吗？看湘西的。那有个哈巴习惯，我刚不是到时睡看啥看啥睡着了。哦，黑了也是。随时能入睡的可好了，可是做的。哎呀，太羡慕你了。哎，嫂子不忙，我一天点就行。我吃个喝茶也不要带，一点点就行。啊，不是的，你看家啊，那好几个热情的。这也了解，走得很。哎呦，我自己带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好，谢谢侯老师。对，好，好，谢谢侯老师。跟侯老师骗了四五个钟头，听侯老师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。对，我来回来了，我心里高兴。我平时一天好快就出来了，我心情好。哎呀，真是。那你这个下午还打他一拳不？下午七点，我起了一个小时。好。大家现在也都不爱吃，也都不爱花，现在都是。主要是思想交流，对思想交流。每次在侯老师这儿都是直接都感觉到非常的快。今个都不多打扰侯老师了，那都撤了。哎，好，那侯老师坐啊，嫂子那个坐啊。哎呀，谢谢嫂，谢谢嫂，谢谢嫂，下一次来。给我没办法拿啊，你看美不美？啊，那侯老师再见啊。侯老师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回家了，在侯老师家里度过了四五个小时非常愉快的时光，也录制了好多很有价值、很有意义的内容，非常开心，今天过得非常有价值。